奥秘团子陆陆续续的出国，团子一号、团子二号、团子三号，简直一模一样。No no no， 内行咱们看门道。福顺，祈福的娃，小个子，耳朵也小。雅猪，昵称雅猪，嘴巴黑到无极限，嘴筒子有点短。梅兰，昵称肉肉，小胖娃不白，跑得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请问这是谁？ Oh no！ 事实证明，认不了的熊孩子就不要去认，委屈了自己又扰乱了别人。从直播中咱们能看见，小团子学走路那可是分分钟秒秒钟的事情，前一秒基本靠滚，下一秒火速前进。我是肉肉，我为自己代言。在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团子心中住着一个坚定的信念，给我一个目标，我连滚带爬都要去达到。还不会走路的小团子成了会走路小团子的玩具，这个肉垫 QQ 弹，这个抱枕好舒服。会跑路的小团子发现两脚兽更好玩，看我不追你到天涯海角。在这个天气逐渐转凉的深秋，糯米团子君准备征服两脚兽，开启了充电五分钟活跃两小时的模式。所以熊猫频道的导播君们，好戏要来喽。熊猫那些事儿第二季会在第75期的时候跟大家说再见，随后我们将会对节目进行全新改版，重力打造第三季。所以把你想看的内容和喜欢的节目形式在评论中告诉我们，会有惊喜哦，更多彩蛋等着你。